男团 Mirror 在去年七月于香港红馆表演，但却不小心发生大荧幕坠落砸伤的意外，其中舞者阿嬷受伤严重，整个颈椎爆裂，目前都还在留院治疗，已经超过39周。他的父亲在近日受访时也大方分享儿子的近况，他透露其实当初医疗团队认为儿子康复的可能性只有5%，医生第一天看到他，甚至说他95%几率要一辈子睡在这里。虽然他目前活动仍需仰赖机械帮助，但是阿嬷的肌肉现在已经能自主性的稍微带动身体，康复几率一直提升，让他对儿子有很大信心。甚至透露前几天儿子在做复健时健踏了13000多步，而且量血压也很正常。消息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感动直呼真的是太好了，也继续帮阿嬷加油。